可以吗？家丁躲不进头，周围布满全是哨兵，我寻找出口，突破的喜怒哀乐一圈圈全部都收在尽头，如果爱大会变心，爱会变成伤口，有几次我想劝阻却不知如何张口，他们觉得这样的爱才能走得长久，我尝试习惯这所谓陪伴无限的循环，所有都是畸形的像乌云般一晃不散，出现便是妨碍，这样的方式是爱还是伤害？不管这种爱是玫瑰，你花心都是黑色，以爱为名的规则不会配合，规则被爱毁了，你拍走又是为何？面对着那个可会能发生的被爱者，我用手指弹，我却飞不远，因为太多闪光阻挡，越来越近，山之光环不是走到你身上回去，我原来懂你，压抑的转换过